您是说要求另一半有双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自己万一啥的，又啥的，有自己也得有个保证。溜达溜达呀。咱们还现在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啥事儿？还有没有啥事儿？让你们听明白。假如我开这钱，俩人拿出花来了，花没了，没啥积蓄了。假如人到老必定有病，那你说他要没有保证啥，医保、双保都没有，到时候你这一人你能不能给人家人有病，你能不能负责，这很关键东西。你说你瞅着他们的病，还是你的爱人？我是这么考虑。那要是没有呢？没有会咋样？没有您会帮他看病吗？那就想法按我的能力呗，我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呗。那我没那么大能力，那你说也没办法呀，你得这么砍呀。那并不是说人家有病你往家撵，那也不是人做的事儿。那人在做，我还说天在看。你只要选中他了，你就无怨无悔了。就是选中他，不在意他有没有双保是吗？对，你要选中他这方面还不在意。